特辑。现在当然已经是成功求婚，身边很多花有戒指，但是我们要来复原一下当时候求婚，因为我觉得我最成功的一点是整个过程当中加纳都没有发现。完全，我今天就是好像一个白痴，完全没有发现任何的东西。我只觉得为什么有很多奇怪的东西，像我早上想穿白色的衣服的都不给我穿，然后我们到那边大家穿白色的，我说啊，你们大家有 dress code， 我只好说你也更好要穿白色的。好，总之这个大概我策划了两个月的时间，其中的细节呢，我们就用接下来的影片来一一跟大家分享，大家来去看我怎么来策划这场求婚。而且大家说他的求婚的计划是他们看过人生最精彩的，他真的超厉害，所以影片会有一点长，但是你们一定要看，超级不错，那是你们要学习参考一下，参考一下。其实这个现在我还蛮紧张的，就是因为给他惊喜的话还是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好好思考一下，他其实长时间在我旁边，我如果要有什么动什么主意要跟别人沟通的话都很容易被他发现，尤其是有简讯进来的时候他可能都是第一个看到的，要给他 surprise 其实还蛮难的。所以但是今天呢，我有信心这一次可以给他 surprise， 就是我找到了他最近很喜欢的一个兴趣，就是加纳最近呢爱上了德州扑克，所以呢我觉得应该可以在他打扑克的时候看看我有没有办法制造这个他意想不到的惊喜。在这边真的太完美，因为我们有所有360度所有的地方全部都有镜头，没错，所以到时候他的所有的细微的表情全部可以被抓到。现在我们的牌子全部已经做好了，虽然之前有看过图，但是比想象中的大很多，给我们给镜头看一下。哇塞，你看超大，这个这个一个人好像可以来，还是可以举，可能要两个人，两个人举，你在后面就可以举。哦，有棍子啊，还有乌克兰文哦，因为以前他生日的时候我们贴了 Happy Birthday 英文，他说为什么是英文，为什么不是乌克兰文？所以这次我们还做了一个乌克兰文。这边有准备一套粉红色西装。到时候，因为他有提过要粉红色了，对对对对，就准备了一套，到时候再来换，先假装不在意。名义上的网红邀请杯，真的，他就是连全场的麦克，先到喇叭位，喇叭。希望到时候他真的会惊喜惊吓。那如果说不要怎么办？啊，应该不会不要啦。那如果不要就我哭哦，要就他哭，不要就我哭。然后我会先把这个事情先好。但是你只要帮我。我们的特制手牌最考验的是荷官，因为这把这个发出来不然有错，发出来有错就应该不是我。最后一个桥段就是要大家一起来 all in， 这环节是我蛮紧张的环节，因为这个就是。他应该是第一个 moment 会察觉到是要求婚，应该就是在这个 moment， 现在要试试看呢、啊。哇！彩排成功。我们不会上台，我们会在舞台的两边，就是等一下我们 ready 好的时候，帘子会拉开，然后我们会在旁边。刚刚有分配气球跟板子，那再麻烦大家，然后其他人可以拿着玫瑰，这样子就一人一支这样。很开心的会结婚，然后就等不及他们的婚礼，等不及加纳以后有一个宝宝，有个宝宝，宝宝，宝宝。是祝你们。以后结婚甜甜蜜蜜，然后每天都做你们最想做的那件事情。那我祝他们幸福长长久久，早生贵子。嗨 ，Hello， 我今天帮我拍这个活动啊，他介绍我来的。嗨嗨，排哥，好久不见。你会叫排？还是大排？好像没有分享过怎么打牌的。哎，哇，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当时是圣诞节。需要洗手间先上啊。
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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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说说，玩小游戏，等一下有一个新的赛制，想加入就是这个有一个新的，就可以 all in 跑两次，只要 all in 拿那个卡就可以跑两次。对，不要，都快下桌了，那一把牌大家都是 pocket， 所以大家都 all in。你说我们要拿回演技，那我可以想两次。可以，你可以想，你想很久，再决定要不要 all in。会有人随意说要 all in 吗？这把？说什么？我就yes。第一组呢，不陌生，也是最近呢在扑克圈呢活跃的一对情侣档哦。欢迎我们的老司机情侣档，祖雄嘉大，欢迎。废话不多说了，我们的网红邀请赛正式开始。我都看了。先大家提醒一下，因为直播还蛮脆弱的，对。然后这一步已经感应到是外的。好。然后大家就是不要那个牌，不要去得到。差不多，所以那就是我们彩排那个合照，发那副牌。超级好哎。看得出来新郎很紧张，你看手机都放不好。现在搞这个一件事情都要搞很久。他是那个，他是 Tatiana， 我是 Ty， 所以这个戒指就两个 T。有寓意的嘞。你觉得他有发现吗？啊，我觉得他没有发现，完全没有发现，他完全状况外。赌博里面。OK， 八分之一可以扣。
不清楚状况。策划了两三。